Hello， 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今天又来到了我们的和我一起玩玩具。我呢是你们的 Yuki 姐姐，然后在我们今天的视频当中是想给我们的小朋友呢一起来把我们这个魔币游戏玩具组套装给它进行一个组装。然后呢我们是一个非常豪华的欢乐夏日系列组装出来的呢，是我们的一个豪华的度假胜地或者是一个郊游的房间，一个郊游屋，非常的丰富，内容呢也是非常的好玩，希望你能够喜欢。然后呢我们就组装好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欢乐夏日的度假胜地，里面可以看到有特别多的一个好的玩具，有我们这边的饮料，这边呢是我们超级炫酷的一个厨房，然后有五张小床，这边呢是有它的一个飞镖，还有可以用我们的射箭去给它进行一个射击。我们这边呢是有一个小小的一个玩具，然后可以在我们的桌子上呢去进行一个这种游戏的活动，其实也是非常的好玩的。我们可以给它组装一下，可以让它呢就像去骑一个小自行车一样，把它抓在它的龙头上。我们可以再给它重新再找个地方，然后让它呢去进行一个这样的玩具游戏。这边呢还有它的一个烤架，烤架上呢还有非常非常多的好吃的牛排，它的香肠等等。下面呢是有我们特别特别熊的那个熊熊的火焰，然后这边还有特别多的水果和蔬菜，然后每个小朋友呢还有他自己的一个小床。
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呢？然后我们会在我们的视频当中呢，继续给我们的小朋友带来各种各样的非常好玩的魔比游戏的玩具组套装的一些介绍。如果喜欢的话呢，千万不要忘了给我们一个弹幕指向上的赞。想看到更多视频，直接可以给我们的频道一个订阅，每天每周都会有最新视频的推出，希望你能够喜欢。有各种各样的愿望的话呢，非常非常欢迎你能够在视频下方给我们留言，我们会根据你的愿望再来做下期的视频。那么我们就下期再见喽，拜拜。